今日，这个查某你袂用带。啊，我知影你真介意雅婷，也毋过我已经做了选择啊。我带的人哦是彤彤。 那是因为你唔知伊过去做过啥物代志，唔才安尼讲。我会跋倒喷去，就是这个查某造成的。阿伯，这甲彤彤有啥物关系啊？你刚才无理。 我想要家己一个人去检查，结果彤彤送回来，佮叫我爱予伊含革命做伙，我唔肯，两个人就起冲突。我一个想起，想要甲赶出去，是我叫伊甲火炸走，伊去落个个死，我落个涂骹，涂骹拢是水，才会害我打一个骨头。所以伊外头就走哦，应该是。 啊！若无，伊哪有新娘衫通穿，可以当含革命办婚礼？我想着啊，我以前的厝边五女姨，即摆是因家的管家，安尼讲起来，你讲五女姨，拢是看到全全，一直嘛是彤彤，叫伊家我白骗的啊！彤彤，阮爸讲的敢是实实的？你真正对伊见识不够？ 我哪有见识不够？啊，无是安怎？你讲啊！迄天我甲阿伯受气冲突，阿伯讲话足歹听的，看到伊跋倒昏倒，我是无想要插伊。啊，不过后来我离开病房无偌久，我就后悔啊。当我返去病房，就看到护理师伫咧处理，我想讲应该无代志啊，哪会知影遐严重？你应该甲我讲啊！你有啥物无爱甲我讲？我害阿伯跋倒，第一时间无处理。 你敢会原谅我？我愈想愈惊，才毋敢讲啊！建明，我不准你娶彤彤，你是希望建明甲王雅婷，佮继续做伙是？建明无迄个资格和雅婷做伙啊！ 你更加无资格来做阮家的新妇，这对大官见识不够，对大家判下手的新妇，是要拖账相加进。就算我有伤害恁，嘛拢已经密报恁啊！投资失败，钱阮家会报。恁后生前途不如意，我想尽办法让伊顺风顺水，安尼恁够啥无满意的？你了总我唔知影，你所做一切都是要我死命对无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阿伯病危的时阵，彤彤用家属的身份叫院长放弃急救。我刚才雅婷发现，叫院长一定要救，佮一直鼓励我，坚持到特别当放弃，我唔才有迄个机会伫咧遮，拆破彤彤的小脚架。 足够的吼，你唔若见死不救，你搁杀人灭口。